儿到鼠辈，自寻死路。跟我对阵，还敢担心？你记得我说过吧？你休想再踏前一步！好强的蛮力！ 这妖怪果然厉害，不过一记道盟的人都听着，金面火神下流无耻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。他装成被仇家追杀，引得我外公相救，拜入门下。入门后整天纠缠着我大姨和母亲，想要当入赘女婿，眼见无望，居然誓师夺位，占有我家独门绝技——纯至妖艳秘籍。 为了窃取我家血脉灵力，一大把年纪强逼我娘改嫁于他，未能得逞。你又干什么？师父，反正你也快死了，不如死前帮帮徒儿，把您这一身能使用纯至阳炎的清血给我吧，让徒儿成为真正的火神。 感觉到了，是烈力，强大的力量正在席卷着我的身体，把这些血抽进自己的身体，马上能感觉到我的火境完全不同了。果然，只有你们家族的血脉，才能把灭妖神火炼成。真不枉我千辛万苦。 从制药那里骗得这换血的药方。<笑>哦，放心，师傅，弟子已经把自己的血换入你的身体，不会有人发现哪里不对劲。对了，说起来，我还要娶两个师妹呢，好好利用你方家血脉的另一个秘密。<笑>我大姨和母亲过着被无数妖人追。 你怎么知道这些？臭小子，别胡说八道！你那时候还没出生呢，我金面火神在江湖上大人大义，人尽皆知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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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姐姐好厉害啊！这下应该彻底解决了。镜面火神再厉害，也受不了姐姐的驱魔仪式吧？肋骨全断，内脏重损，让你的手下抬你回去大修吧。从今往后，别再踏入涂山一步。火神大人，你怎么样？我怀里有药。是这个吗？对，快为我吃药。不对，这个不是疗伤型的药物，莫非是？说的太晚了。
他。力量这种东西真是让人心情愉悦。来吧，你们也都来尝尝这纯质扬言的味道。要怪就怪这小孩多嘴，让你们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东西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大概是他舍不得杀我吧。我之纯正，金光护体，好强大！这就是叱咤道界几十年的金面火神，最强的姿态吗？懂我的不错，我过一会儿一定会后悔，为什么不像刚刚那样爽快的死去？妖孽们，尔等今日阳寿已尽，老夫就用孽妖神火送你们一程吧。堂堂道界泰斗金面火神，居然要靠妖丹才能完成纯火护体变成金面。小子，你以为现在干扰我还有用吗？待老夫的神火分裂孤山亡魂再来收拾你。涂山红红，你不是很强吗？还有什么招数使出来呀？你们会被波及的，所有人立刻到我身边来。你们就去三途河忏悔吧！快走！我妖仙姐姐，姐姐！姐姐！傻瓜，一介妖孽还妄想挡住纯洁扬言，哼，这种无谓的抵抗你还是省一省吧。老夫就看着你挫骨扬灰。你们快走！不，要死一起死，罚上天地。小雅，别逞强，你撑不住。雅雅，你坚持下，我先帮姐姐疗伤。向你走，听到了没有？可是，走，快跟我走。小雅也是，别再硬撑了。妖仙姐姐，接下你的手。让我来告诉你我们家族血缘的秘密吧。
好像是东方月出。风霜为魂痴阴梦天下名扬，未曾说的话指尖凝成沙，看不清对错，缘被缚结果，心底烙印着的罪过，虚伪的淡漠汇聚成漩涡，而我不知不觉把自己遗忘，只想为你完成那个梦想，在眼泪中流生，将杀戮踏碎，不知彼此来世相逢是否还能记得我是谁，从始至终我无惧无畏，心中那个你无怨无悔，愿祝一切曾经拥有只为赌一回，千百年的牵挂，许下的愿望永不风化，等待命运的回答，在相思树下。你来追动画太累，来看漫画原作吧，下载腾讯动漫 APP 独家漫画原作，让你一次性看个够，老司机快来，我们在漫画里等你，你来了吗？